男子潜水时意外发现一只小海龟被渔网缠住了身体，好心男子将其带上船后，同伴立即展开救助，小海龟这才逃过一劫。海洋中生存的动物时常被鱼线鱼钩困住，若是没有人类的救助，后果可想而知。其实不止鱼线鱼钩，这些家伙也会要了海洋生物的性命。视频中一只大海龟接近渔船后便不走了，船上的人们发现此事并不简单，一把将海龟拖上船，捞起来看清时瞬间傻眼，这海龟的屁股怎么开花了，赶紧拿出刀子一刀下去救了他一命。原来这海龟身上长满了额颈铜壶，这种生物常常寄生于海洋生物上，一旦粘上便一辈子不能摆脱。对于海洋生物来说，额颈铜壶无疑是致命的威胁，可是对于人类来说，这玩意儿却是难得的美味，因其很难采摘，最贵时更高达上万人民币，也被人们称为世界十大顶尖海鲜之一。啊，真香！哎呀。